你不知道吗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。以后不可以在海里游泳，不可以去海上摸索，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我是你教员，你只是我的教员，不代表你可以认识我的一切。 万一出状况，身体受伤了怎么办？你还想不想飞了？在你眼里，我跟一个发动机、一只鸡有什么区别？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，给你带来麻烦吗？你是我的学员，不对你负有责任。我不用你对我负责，求你以后离我远点。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。 把耳朵冲洗干净，避免患上周耳炎影响飞行。蓝婷哥，那边有冲水的地方。
你第一次飞航班的问题，已经反省过了吗？关于报警这件事，在流程上，我的确是处理欠妥。没了？没了。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客舱事务，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，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。这次，对你做出停飞一周的处理。扣除本月奖金。你刚刚说的哪一条是运行手册上有过明文规定？我对你们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，运行手册只是底线，你不能拿底线作为衡量标尺。另外，手册的相关规则，我也会申请增加更多的条款。顾南亭，你改手册，你针对我是吧？是你，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反面例证。我还有会，你先回去好好反。请进。樊婷啊，江部长，您找我？咱们被人投诉了。坐。这位姓张的女士，投诉的原因是，她乘坐的大年二十九那趟航班被取消。航班取消是天气原因，机场都关闭了。这个张女士呢，点名问责乘销，由于乘销的处理不当，才造成了航班被取消。乘销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问题。这还有份更严重的投诉呢。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，一样，质疑乘销玩忽职守。这白金卡的投诉分量你是知道的，乘销的错我已经做出处理了，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。仅仅只是停飞一周啊？你是不是还忘了澳洲凯恩的那起投诉了？加上这两起，他都创纪录了。停飞一周。要让我看呢，你给他降为观察员都是轻的。这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态度都太不成熟了，那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。现在看来啊，当初咱们接收这个人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。江部长，我认同您说的，这次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成熟，但是我不认同以此全盘否定他。整件事情他并非任性妄为，也有他自己的理由，且事后也积极做出了补救。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，投诉书摆在这儿呢。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，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。飞行和地勤根本就是两个部门，从来没有飞行员会被调去地勤部门过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。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，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。我认为不妥。南亭啊，你自己也说过的啊，你说在这批飞行员当中，程潇的技术是很出色的，这点我承认。可他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性，你把他调到地勤部门去，那不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吗？如果他足够优秀，那他肯定能够坚持下来，得到更好的进步，对吧？跨部门交流学习，下周例会直接宣布。哎呀，你才住几天呀？怎么这么多东西呀？是不是舍不得我了？舍不得我就直说呗。赶紧走。好啦，再过几个月我家小宝贝就得住新房子了。哎，对了，噔噔噔噔，附近几家餐厅的会员卡
还有视频会员账号和密码都在这儿了，送给你。拿着呀，还有这个，我新买的还没用呢，特别的好闻，都留给你了啊，放这儿了。不是，你都给我了，你用什么呀？你最近经济危机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。等我发工资了，有需要你就直说，好不好？是要养我，必须的呀！我不养你，谁养你呀？哎呀！你好。这次航班，客服部收到了两封针对你的投诉信。下周例会上，我希望你主动承认错误。我只承认我犯了的错误。总之，例会上必须诚恳检讨，明白了吗？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？怎么啦？程潇，你说吧。各位领导，关于报警这件事，我的确有做得不妥的地方。我没有考虑到后续飞机起飞的程序就直接报警，导致飞机延误，没有按时起飞。这一点，我需要深刻反省，以后也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但是飞机上出现有扰乱客舱秩序的旅客，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报警，清除隐患。而且飞行员去处理客舱事务，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明文规定。兰亭，这是你的学员，你说该如何处理啊？江部长，我是那次航班的机长。主要责任在我，我要承担全责。你为什么要承担？你又没错。我说过，你没做好就是我没做好。现在既然有旅客投诉，那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，不关你的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。我回去写检讨，停飞一周，扣除本月所有绩效。用不着你在这儿装好人，你不是都把我停飞一周了吗？别激动啊！南亭作为机长，确实有责任。该如何处理，我们之后再讨论。现在主要是程潇的事。你现在已经不只是停飞的问题，加上这次投诉，经公司商讨决定，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。你说什么？派去地勤。遇到难处，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？也是，你们飞行部的事情，我一个安监部长确实不方便插手。就事论事，
对程潇的处罚重了。江涛作为一把手，最看重的是安稳。对飞行部的投诉，程潇接连撞在枪口上，有关他的脸面。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克你啊。自从做了她的教员，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也快到了吧？这是作为教员的职责。师父，您因为学员杯的处分比我多多了。你小子还查过我的黑材料？不错，担当比处分更重要。别看我，我已经找程潇谈过一回了，这次我也不灵了。看他自己吧。梦想断裂的酒，紧握着不能放手。世界崩塌以后，幻想着找到出口。渺小的我，撑到最后，恨自己无力还手。命运始终不在我左右，眼看着世界着不能放手。
让自己无力挽手，命运始终不在我左右，眼看着时间偷偷的溜走，就让梦丢下我独自飞走，别和我一起陷入这洪流，离开我的世界重获自由，替我看一看美好的尽头，就让梦丢下我再往前走，别回头，就让一个人飞流，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就像沉默的困兽，送走梦是我过去的所有。房东先生，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，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，你有空吗？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？非常棘手，所以我打算辞职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。我并不想左右你的决定，但你现在明显有疑虑，建议你再慎重一点。之前我真的很幸运，在一点点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可现在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破裂了，难道我还要继续消耗下去吗？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，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后悔。你就当你的飞行员吧，到时候啊，你别哭。我不会再跟你机会抓到把柄了，咱们训练场上见。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。我不但会做到，还会比你做得更好。老蔡。怎么？去了客运部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给你丢脸。谢谢你，我想清楚了。
西来你这儿了？什么东西？你能先开个门吗？程潇，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了，你先去报到，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。我要干嘛呢？看我吃播呢。小小，你真的要去做地勤啊？地勤就是暂时的。哦。小姐，一定要挺住。放心，我学了这么久，飞了这么久，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，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，成为机长。